啊，停好车了，要走回去。一般回家都停这里。宝明堂的牌楼。基隆山上面那几朵云还蛮可爱的。进瓜石的问题，有些路段太小，会车会很困难。后面还有一台，这应该是金瓜石九份都有的问题。那九份路好像还好，九份路有些还比较大条一点。金瓜石有些地方真的像这一段到我家这一段就真的很小条。这边这一条几乎两台公车没办法过吧。啊，这边刚好两台公车，我可以过。看一下是什么混车的。来，一直把鼓，一直把鼓。就这条路无解，因为旁边都有住户。就这以前这边是公车站牌。好，过了。这条勉强公车跟小轿车可以会车可以会得过，但就是一个要停在水沟盖上面了，不是靠那边就靠这边。啊，又来了啊！公车这么。台湾海峡，那这边可以看到海。小时候我家窗外就是这景色，左边是基隆山头，基隆山它的头的部分，基隆山头。这边可以看到茶壶山，这边茶壶的形状还不错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